年重返主持界，陆续接下许多节目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工作忙碌的他也努力扮好母亲的角色，一有时间就飞往美国陪女儿。日前刚回到台湾的他，也特别趁零碎的空档和好友相聚，并晒出合照和大家分享，开心直呼终于约到自己心中的偶像了。他先是晒出一张自己与陈绮贞还有魏如萱的合照，照片中三人打扮都相当简单，但却丝毫挡不住明星光环。接着他又晒出与张曼娟的合照，感动写下奇妙的相遇，不是不见，只是机缘未到。风和日丽，约大家谈天说地，聊人生的苦辣酸甜，也聊聊可能的未来。而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惊喜直呼是四大才女合体，这组合实在太狂了。